资，于2005年成立，专注于 LED 照明、智能家居照明、WiFi 可见光无线通信等半导体照明技术的研发、生产技术创新与应用，致力于打造全球 LED 工厂。2012年，奥奇斯以前瞻的事业强势跨入民用照明市场，总投资22亿，打造奥奇斯 LED 照明工厂超市。从原材料到配件，再到成品的全工业自动化生产， MES 制造执行系统全程把控自动化标准生产流程，彻底颠覆传统手工组装方式，完全杜绝手工误差，确保产品质量无可挑剔。工厂超市全自动化生产，实现了科研人员同生产人员1:1的相同配比，打破人力资源的制约，实现产能的极致扩张。奥奇斯工厂超市三化一滴，突破传统 LED 照明生产方式，实现民用 LED 照明，因品质与价值的同步提升。